1996年中期人口统计在3月16日至24日进行，所搜集的资料会编成数据，用来策划香港未来的发展。政府统计处统计员会出示这种证件，并且访问抽中的单位的每个住户，请合作向他们提供正确的资料。如果你对统计员的身份有怀疑，可致电25908000查询，支持中期人口统计。